大雄，你怎么力气这么大？你的力气也不小啊。所以玩摔跤为什么要推来推去啊？哎，大雄，你们要玩就出去玩，不要在家里。都来问我好累啊，这才多一会儿就坚持不了了啊！不行，我没力气了。不是你说要玩这个吗？我也没想到你精力这么旺盛。妈不是那种不开明的人，你情我愿的事情我是不会阻止。不过现在毕竟是白天，还是要注意一下影响。还有晚上的时候动静小一点，不要吵到邻居啊。不，老妈你可能误会，大雄也长大了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你和哆啦 A 梦在家里玩摔跤，不小心被老妈误会，羞愤难当之下找到我，让可爱的我用美色来打消老妈的疑虑，是吧？啊不，后面都是你自己编的吧，我只是让你叫我摔跤啊。可爱即是正义，没有人能拒绝可爱。大雄，你觉得我可爱吗？啊，怎么说呢，也不能说没有，只能说是毫无关系。那我只能用我最可爱的声音来征服你。你听好了，你哪来可爱的声音啊？老公，你快说句话呀。啊不，你脑子有病吧。什么？胖虎又欺负你了？是啊，哆啦 A 梦，快拿出来能打败胖虎的道具吧！我就知道会这样，在口袋里自己拿吧。啊，你都给我准备好了吗？是这个吗？啊不，那是马桶圈。是这个吗？啊不，那是洁厕灵。是这个吗？啊不，那是卫生纸。怎么全都是上厕所用的呀？因为我刚好打算去上厕所。你再翻翻，马上就翻到了。哦，是这个吧？啊，别拧那个。啊，好吧，不用去厕所了。是这个道具。啊，这是什么道具？这是摔跤腰带，只要带上它，你就可以打败胖虎了。快去吧！啊，你不和我一起去吗，哆啦 A 梦？不了，我去换件裤子。刚才全都拧在。你不赞，我不赞。UP 视频没人看，你关注，我关注，下次再来不迷路。